619华为嘉年华全攻略，用最省钱的方式买买买。华为一年一度的超省钱嘉年华来了，又是时候剁手了。嘉年华是从这个月10号到30号，很多东西都有折扣，套东西啊，我们都要想买。不用紧，不用烦，最值得买、最优惠的产品我都帮你们整理好了。看完这个攻略哦，你还是不明白的话，就是给我看了一次啦。第一个 Nova 7 SE 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 Nova 7 SE 今晚在嘉年华会上面开卖，价钱1499，有 5G， 有 Dual View 视频，还有40W 的超级快充，买就送你1256的赠品，买1000多手机就送你1000多的赠品，这太好人了吧。第二个同样也是新产品，华为 FreeBuds 3i 无线降噪 Type Type 波哥，续航14.5小时，价钱399块，还要送你一个免费的 casing。 第三个，华为史上第一次的半夜大促销，就是熬夜也要抢到Nova 7i 48MP AI 四镜头加40瓦快充，原价1099，半夜12点到1点之间给你抢到的话，只要869块，赶紧要不要睡觉？第四个，华为 MediaPad M6 平板，这个真的很呆，10.8寸 Kirin 980处理器，可以一秒变成笔记，平时是要1899块，但是现在华为嘉年华只要1499块，总共扣了400块，还要免费送你一支 M Pen， 绑起来，绑起来。第五个，华为 Band 4智能手环，必买，必买，必买！在秀期间6.19块就可以买得到了，可以换表面，可以测心率，可以监控身体状况，只有5份，你抢到就是你的了。第六个，华为 AM6E 运动蓝牙耳机，无线设计，续航11个小时，待机10天，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它在 Flash 秀期间只要61.9块就可以买得到了，同样也是手快有，手慢就没有了。第七个，160块折扣券，现在马上给我去领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领，19号当天才可以用，领了之后下面这几个产品直接马上扣160块。一，华为 FreeBuds 3有降噪 ，tap 一下波哥，原价679，领了160块之后，只要519就买到了。第二，华为 M5 Lite 平板，他们可能调音大电池护眼模式，平时是卖1299，扣完160之后呢，只要1139。三 P30 Pro 原价2799，扣了之后2639。还有最后一个 Watch GT 2手表，两个新的续航 ，Kirin AE 芯片支持专业运动模式，原价799，扣了160之后呢，只要639就买到了。另外还有以下这两个一天的超级优惠 ，Mate 301999到手，建一天抢购买到赚到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刚推出的 Mate Pad T， 同样只见一天抢购，原价559，现在只要459就买到了，相等于扣了100块，给它买下去。最后还要告诉你，凡在华为嘉年华买任何产品，都有机会参加抽奖，奖品就丰富了。其中一个呢，就是要送出3辆 Proton S70，反正整个奖品的总值就是2 million，真的不要不信邪哦，搞不好真的会抽到你哦。记得，华为嘉年华是在6月19号到30号，然后那个160块的优惠券哦，今天开始就可以去领了，用不用之前才讲呢？领了先啦。其实还有一大堆优惠我来不及讲的，不要紧，你们记得点去这个链接就可以看完全部了啦。也要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，然后 tag 你朋友一起拜价，因为错过这一次又要再等1年了。好了，我是可能下再见，拜拜。